哇，这刚刚退潮，你看，嘿，嘿嘿，你看，你看，嘿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这个吃东西挺好看的，这是白的，哎，这个还算大的，不管是好货还是坏货，都是要吃我的好货。啊，空的，一只蟹都没有。过来过来，哎呦喂！挺滑的，哦，什么搞的？哦，脚怎么也断了？那什么搞的？好好的，就是脚断了，不会动的，能吃的能吃的，带回去。怎么搞的？这是个空的，空的。你看，哇，你看，刚刚那个，刚刚退的他的还来不及握下去，这沙子挺多的，肯定是想握在这里的。这个时候抓的要一定给它足一点，要不然它会夹的。哇，这个还是个母的，这颜色不好看，肯定不会判。半斤左右，母的。啊，哎，看一下还有没有？没有了。这个蛤蜊是有肉的，你看，给冲上来了，肯定是有肉夹住了，啊，要不然不会那么紧，这嘴巴都有点歪歪的，挺不好看的啊，这可以吃的。哎，这个狗呢，我都不相信了，这是个狗呢，哎，在我们这。叫红烧鱼，明天可能是好天气。乌云里面也有红火的，这叫红烧云。这云也不会怎么动。哦，这下面有洞。嘿，滑溜溜的。老久啊，有点受伤。你看，这一条是公的，公的比较瘦一点，比较长一点，这可以。这个时候挺好吃的，这个时候。看看没有这种，一般都是一群一群的。又来一条了，哇，一样有点受伤，可能是一对，你看，这一条更长一点，这一条更短一点，更胖，这条更瘦，可能是一对，没了，看看这里面，这边也没了。这一边是石头底的，好摸，没有货，那就这么多了，就两条。没有，
我还以为这最后了，肯定有货。那这个现在今天晚上也不会拿去卖了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